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游戏，叫做《矿坑之下》，这是一款随机迷宫要素风格的游戏。那刚才看片头，很多农夫在往下跳啊。跟游戏的机制有关。如果咱们一个农夫在井下挂了呢，那这小鸟就会把你的遗产部分继承回来，然后下一个农夫继续冒险。大法师呢，给了咱们一把下矿坑的钥匙。然后咱们再拿走这个日志，就可以下井冒险了。日志的话呢，可以看见咱们当前的这些道具、怪物图鉴、圣物的图鉴，还有同伴。现在同伴就是这只小鸟。好了，下井。这游戏让我想起了《不可思议迷宫》系列，尤其是特鲁尼克大冒险，特鲁尼克与不可思议的迷宫。但是呢，不可思议迷宫系列是回合制的，这个游戏呢更倾向于 ARPG 一点，实时制。游戏有两种非常有用的资源，就是炸弹和钥匙。钥匙用来打开各种锁，炸弹用来破坏矿石。农夫跳攻击还能远程把这个镐扔出去。小心小偷啊，这些史莱姆就是小偷，他呢跟你争抢地上的金矿。一旦地上开始出现金矿，他们就开始抢了。达菲音爆，投掷速度加快。不同的圣物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效果的。好，下一层。游戏当中也存在 BOSS， 我的天，看上面需要钥匙，右边也需要，我一把钥匙都没有。那上面呢是，根据图鉴。哦。你看啊，他踩到那个油了，这个史莱姆，然后再跳出来呢，身上也带油。肉是加血用的，三面死胡同。太缺钥匙了，现在。我刚才说错了，炸弹不是最紧缺的资源啊，钥匙才是啊。图纸，在铁匠那儿做坚固的矿镐，75块钱买了。这就是铁匠，咱们把它救回去呢，它就出现在咱们的出生点了。捡到各种图纸可以找它来制作，那都是次要的呀，我现在需要钥匙，起码给我一把就行。我不去商店，我得去拿那个宝箱。给了把钥匙，可以啊，走吧，去拿宝箱。因为110块钱，你去商店你也买不起什么。这是个圣物，投符者，生命值较低时能造成更高的投掷伤害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可疑，商店不能去了。一没有钥匙，二没有钱。地上还有机关，哇！跳过去。下一层的入口。把墙上的这个灯打灭了呢，这个房间就变暗了。这些细节都做得非常不错，刚才在水上或者油上还能看见自己的倒影。
从哪边呢？先我看下边死胡同啊，先走下边。这个宝箱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需要一个钥匙。受到诅咒，持续掉落炸弹。这是什么？提高炸弹的范围。这就是个拿个炸弹不拿了啊！炸弹咱们还有三发，不至于为它浪费一个钥匙。而且咱们受到诅咒了呀！哦，诅咒的话效果是伤害加深啊。这玩意儿怎么解呀？还有一只，我先看这里有什么。哦，给了个炸弹，255块钱。先去商店看一眼啊，能不能把诅咒给我解了？钥匙一枚，血，这是什么？移除一个诅咒并造成75伤害，有点疼吧？150，75，那我血量都不足100了。哦，疼！哦，加了点血，那这个钥匙不够买的了。一会儿有钱回来记得买。这诅咒真不好啊，为了拿那个东西啊。捡着120，我们还差60块钱。需要把特殊的钥匙。坐这边。哦，又是个圣物，生命值较高时能造成更高的挥砍伤害，但是咱们生命值较低啊，现在。关门了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哦，错了错了，这是个 boss 啊，这是个 boss。这个 boss 小心点打吧，因为咱们血量不多了，为了解那个诅咒掉了好多血。不跟他近身打了，因为近身的话有的时候他还挥拳打你，挥拳那个速度特别快。一般情况下是他停到你面前你都不够时间来砍他一刀的。所以咱们就用这个远程来打他。哦，没瞄准。这下25还不错呀。哦哦哦，撞到我了，撞到我了。起身之后没有动作。哦，看这下起身又没动作，因为一般他都要进行远程攻击。boss 的节奏呢不太稳啊。看这下又没有动作，起身接着就打。看一下，大爆！啊，还掉了2个图纸，应该是这个钥匙，应该是这个钥匙救那个货啊！致残毒药，炸弹，
老爸，先把他救出来。你使用囚徒的钥匙。那咱们继续往前作死吧。哦，给了个炸弹，炸弹咱们真是不少。这个商店的东西可以买了。好，你有没有新玩意儿啊？没有。现在咱们需要补血啊。下一层，下一层纯就是去作死啊！这怎么都小黄金啊？法师有东西给咱们。回城之后呢，告诉咱们壁虎之族远距离，这都买不起啊，这么贵。看见敌人的名称和生命值，哦，这个能买起。行了，去看一下铁匠，这是什么？提高炸弹的威力。咱们还剩190块钱。提高远程攻击伤害，提高生命最大值。哦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呵呵，这个是好东西。远程攻击伤害，好，买着。哦，那回城的话，被怪物打挂的话，是失去所有的生物。制作啊，在这儿。哦，需要这个紫水晶来做。咱们做个鞋吧。好，捡着。看一下效果啊，看一下效果。看一下这双鞋的效果。啊，破坏尖刺能够。这边还没开，这边还没开啊，估计要，救出别的 NPC。这边也没开。那好吧，试玩呢就给大家试玩到这儿。这款游戏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各种要素呢都非常多。而且难度方面呢，看来是一点一点继承遗产，不断的提升你下一个任务的这个强度的，所以说还是能够玩下去的，对新手也非常友好。那好，本期呢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